Thank you.
是这边。壁肩，啊，这边有个字。横的字。差一点点。哎呀，哎，按住，加干水对吧？哎，可以了，没事儿，啊，没事儿。那请安尼摆啦，先安尼顶礼，先顶礼，我们先顶礼。我们啊，来居士啊，徛好了，没事啊，师傅们来收经。咱那个话不要紧，我们自诚向大师顶礼接驾，自诚顶礼上。拜，祈求大师降临于此方，引导我们修行天台教法。再拜。在大地中吸收佛法，就是大地就是佛法，佛法吸收之后呢，产生了天台大师的天台教法，就好像牛樟可以长出牛樟枝一样，能够医众生的病。那所以我们取这个牛樟来做材质，来制作这个智者大师。再来呢，它的涂装，它的涂装哈，并不是一般的什么油漆啦、金漆啦这样。因为金漆它就做佛身，你单看，咱今嘛都还有比较写实，那么的天然的生漆，天然生漆是由我们台湾的独步的这样子能够做这个手工的人做，而生漆你看到很多生漆就是新的颜色上去，你现在有没有看到？它现在像旧的颜色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然后有斑驳感，有没有看到？为什么？因为智者大师从1600年到今天呢？那袈裟有点旧，知道吧？所以不是全新的，这个的话，它的技术很到位，很到位才能这样做，所以它综合了相当多的技术。那它的制作过程呢，是先画像，画像了对不对？改修改修改。你看它的耳朵比常人的长，但是没有佛那么大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佛跟菩萨那么大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它但整个的身形感觉让你想要拥抱。有没有那温润感？好，那他魁梧当中不是那种军人的坚固，他是魁梧中柔软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感觉？你要侧面看，背后看，这样。然后他的禅坐的那个身体啊，不是很坚，不是很挺的，那这样才是柔软相啊。这都很不容易做哈。那所以该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些用心。那么我们暂时的让老人家安住在这里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好像说长老来的时候，他不是立刻进疗房，他一定在客厅里跟大家聊聊天的，见见面的。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先做净化的动作，让他老人家先安住在这里，暂住在这里。那暂住在这里呢，我们做净化完之后呢，那么老人家将会，在适当的时间，应该是在法会，我们的那个报恩法会，报恩法会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一切都结束，这时候由僧团自己请老人家回寮，那就回到哪里？回到了那个紫冠堂。那一进了紫冠堂呢，他就是刚刚我有请世尊加倍我们，就是让智者大师呢，那么降临于此，来到这里领导我们修行天台教法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他老人家就专心教学，那就怎么样，就不再接种了。不再接种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说不对外开放。那说换句话说，这是真的简单，这不是电话，这是因为我怕他晚到了，我要打电话去问，说是怕你到的最后实现这样子。好，那么
所以说老人家进了紫鹳堂了之后，他就是带领我们修行，那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。所以当然请佛像请圣像那当然是一样慎重的啦，只是说他不是我们一般看待的，说去买一尊像来拜拜这样子，来看看啊，恭喜啊的艺术，它是有很深的意涵。那在制作当中呢，这个李居士还有邱居士他们的团队非常的用心呐、啊，里头呢都为我们装了种种的宝藏啊、咒语啊等等啊，这是按照照相的方式呢去制作。那么当时画好了，那么就怎么样？开始呢，请很专业的技师呢，泥塑的时候再修正，因为你知道木头一雕下去就不能改了。泥塑的不能修正，那么能修正，那修正完了之后再翻哈，再翻成不会坏的假身，比如 poly 的翻嘛，翻成 poly 完了之后，才由 poly 再来对做那个这个牛樟，啊，牛樟很珍贵啊，那不是有钱就容易买得到的啊，都是人家古很久很久以前存下来的，是这样，啊，这个没有接哦，没接。无接就是规矩，我当初的要求讲卖接，安就对了。那么他们的团队哈有个特质啊，就是说你要做一般佛像，不要找他，你要求平安，你来找师傅就好，师傅给你找一尊啊，佛祖真平就真平安。但是因的团队就是愈困难的，因才要接就对了。所以说这都是第一次的经验，从找材料、画塑造什么的，乃至于彩绘等等，都是。就只使一尊了、啊，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也很感谢啊、这个为我们制造尊像，我们称尊像啊、就跟佛菩萨区隔，称尊像啊、智者尊像，我们大师尊像的、团队，我们也非常感谢。那今天呢，老人家回来啊、那么我们禀报三宝圣尊，那么老人家一定慈悲啊降临坛场。那么老人家呢，他当年。原籍的时候身体是不坏的，身体不坏入在塔里，入在塔里的时候，后来隋炀帝称帝了之后，杨广称帝之后，他在国清寺，因为智者大师亲手点名国清寺的位置，但是他在的时候国清寺没有建，建好的时候要纪念他老人家，结果就在生一千生当中怎么算就是多一位，怎么算就那是国家在生呢，那怎么算就是多一位，那出来的时候还是100还是1000个，进去真正要供养又多一位，那名牌名册呢，那国家做的名册不会错啊，也是1000位，怎么算就是1000，进去就是1001，那人家说的智者大师视线呢、要来，当年有说到说建好他要来，所以说他是视线。那么在开塔的时候，每一年开塔一次，须法智长还要替他剪指甲。有人说、那个是什么肉体萎缩，指甲长出来，那功效萎，也是等你弄爱割，你知道不？割差不多哦30多年，到尾啊遇到了哦，不是有几百年给了后啊，遇到那唐古代战乱啊，结果好几年没有人敢去，去接近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子呢，再开塔不见，什么都光溜溜。不见，从今而老人家他是讲不要让人家麻烦，颠了一天，人间就100年啊，这都还在欲界哦。智者大师在四禅天当中，那个岁数是相当长，所以他视线的是他这个肉体的暂时停止在人间运作，他没有入灭，他还在各个地方呢度化众生。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心情，请他回来，来到紫鹳堂带领我们修学天堂，希望能够。大家在修学天台禅观当中能够有入处，得到老人家加倍，就这个用意，说非常非常的诚恳请大师回来。那现在我们就进行仪式，洒净的仪式啊。那么之后我们请上去的时候，是师父们自己做的安坐的